站起来有点伤还没好，干嘛带我出来呀、啊？你以为谁愿意带你出来？是师傅想让你尽快融入少林生活。师弟啊，你要早点融入少林生活。师傅，你行行好吧，我好几天没吃饭了。你行行好吧，师傅，好几天没吃饭了。嗯，别师傅。阿弥。少林去学习金刚掌，谢谢大哥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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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街坊会员方丈济世救民了，免费把脉开方。师傅，我好饿呀。菩萨多行，只要一心念佛就能得道不失。师傅，不吃狮子来了。谢师傅，谢师傅，谢师傅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有你们真好。师傅，师傅，这个鸡腿肠给我吧，我可喜欢吃鸡腿了。快吃，老好吃的。志清，师傅，你真是无处不在啊！志清啊，这么晚了，你干嘛去啊？今天天气挺好的，我出来透透气呀、啊。天这么冷，你透什么气呀、啊？我在看这个。师傅，为什么有的菩萨就慈眉善目的，有的就凶神恶煞的？志清，你听说过金刚怒目吗？啊，菩萨低眉，慈悲六道；金刚怒目，降服四魔。何解？作为出家人，不仅要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，更要威猛无敌，除恶务尽。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，是佛是魔，就看你自己的选择。威猛无敌可以用于杀戮，也可以用于匡扶正义。你可以成为一个魔头，也可以选择做一个怒目金刚。师父，你干嘛冲着我说呢？我又不会武功。哎，我觉得智空啊更像一个怒目金刚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南少林的弟子正是怒目金刚啊。嗯，志清，我发现你很有慧根啊。师父，你说的太深奥了，我哪听得懂啊。志清，我希望你能早一点明白我说的话。好了，天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师父、哎、我还不困。那再读遍金刚经啊。